Hello， 我是 Amy。Hello， 我是 Lee， 我们是阿米阿多利。今天呢，要来讲台日的男生对于正妹定义的不同啦。在日本，你能不能交男朋友，好像跟正度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抽丝剥茧之后，终于找到那个终极的解答，就请大家听我道来。一个很适合测试台日之间的审美 观念的问题，就是罗拉，是一个 model， 她是混血儿，然后还有一个日本的女生叫做林濑遥，还有谁？哈鲁卡。如果你喜欢罗拉，按一；如果你喜欢林濑遥，按二。我喜欢罗拉哦，果然如我预测呀。其实我喜欢林濑遥，我知道，因为林濑遥是我天才，皮肤晶莹剔透，然后眼睛小小，可是很可爱，然后笑起来很咪的那种感觉，我很爱。再加上就是胸部，这还是有你看吧。我觉得台湾人传统上照理说应该会比较喜欢罗拉那款的，很像外国人，然后眼睛很大，浓眉大眼，然后身材很好，脚超级无敌细又长的那种，对，所以对台湾人很喜欢脚长细，对，美腿，美腿，美腿，对。我就知道，我也不喜欢一些啊，怎么这样？我里面喜欢的就是 Fukakyung 跟 Nagasawa Masami， 我喜欢比较成熟的脸。你比较喜欢 Eloy 的人啊？对，我不喜欢小动物型，我不喜欢太看起来太 Yuki。然后另外，其实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常常女生票选最高票，就女生最喜欢的天菜脸是北川景子。可是她在男生榜其实常常会比较还好而已。我觉得因为他太正，杀气太重了，就他真的是那种 key 嘞。对，其实就是说日本他们有所谓的模特高，就是我都 OK。刚才说的那些女星，很多日本女生其实也不太喜欢。第一个要双眼皮，就是因为双眼皮，就我刚才说他会笑起来比较迷迷的，然后因为好不迷，对，好不迷又怎么办？因为如果你是单眼皮，你就会还是比较凶一点而且很多人以为喜欢大眼睛，其实我觉得还好。你看刚才那些女性没有特别大啊，就化妆来的。像林濑跟 Gaki 都不算眼睛大对。第二个是圆脸，我觉得这真的超明显的，我有不喜欢，但日本男生喜欢。因为像国外的女星，还有台湾也是，就是比较多长脸，就是尖的那种跟尖脸、瘦脸那种。可是日本人不太喜欢，刚刚我们榜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长脸，就是莎拉·杰西卡·帕克或者是，那也太长了吧，肉脸这样子，因为这样男生会觉得你好可爱哦，好想打你哦。第三点是皮肤白皙，皮肤白皙真的有。他们很喜欢白的，超好。台湾不也是吗？大家都喜欢。第四个是厚唇，中国有所谓的樱桃小嘴嘛，所以有些还会蛮喜欢薄唇跟小嘴巴的。但是我觉得日本人比较不喜欢嘴巴很薄的人，就是他喜欢嘴唇还是要有一点厚度。男生啦，男生，我好讨厌薄唇啊，我很喜欢。真的吗？可你也没有到薄啊。可他们真的很厚啊，可是我也蛮厚的。你哪有？你跟他们比起来也是厚啊，我蛮厚，我以为自己是厚的。你想要变厚？自我感觉良好。还有第五个是每一个只要写到说男生喜欢怎么样类型的女生，绝对会提到的就是不要太正。比如说现在日本也很受欢迎的小西哈郎，然后发展的很好，他就是靠他的 talk， 而且你看他节目真的会喜欢上他，就你不一定要正到就是真的五官怎么样，或者是就是身材怎么样。对，有的时候太漂亮，男生不一定会爱。对，日本男生就是很简单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：笑容可爱的萝莉。
需要女生那么爱萝莉，对，他们真的没有很爱女生，他们没有女生，找不出女生啊，而且女生都是女生在爱的，刚才那个罗拉、哦、对，刚好今年六月杂志 CanCan 出了一题最终极的问，他就问20岁还是年轻20-30岁的年男生100问，问他你如果有个性超好的女生跟脸蛋天才的女生，你要选哪个交往？嗯，就60%选了个性超好，超过一半，台湾应该都会选天才女生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个网友一定会跟我们就是反论，可是我必须说台湾人开追都会先是因为人家正，对啊，可是其实日本人好，第一个他们不追啦，嗯，对，他们不追，很多人回答说即使长相不是特别喜欢的类型，但是只要价值观相近就会选择跟这个人交往，这样听起来 好正面哦，可不是，其实就是他们喜欢会配合他们的女生。你打破了大家的梦想，可是你不要这样，就是他们也很聪明啊。哦，对，就不会去追那种不会委曲求全，对，一定会被打枪，或者是你追到了，你就要一直呵护，累，没错，不做这件事，老子不干，不当工具人。对他们就是，哎，这个人会帮我送茶来，这个人哦，我。约他就一定会出来，好，我、哦、不约他也不会就是烦我，对，好，不会打电话给我，好。还有很多人就说，就算脸长得可爱，但是个性不可爱就是不喜欢。嗯，对，他们其实真的还蛮在意个性不合不合跟个性好不好。好吧，如果真的要教日本，就是不是要做一个内在美人呢？也不错，好，没有，其实不是，是要做个努力。哎啦，会说谢谢，什么意思啦？台湾女生其实蛮容易茶来伸手，饭来饭来张口，嗯，哎，帮我拿一下，然后也不说谢谢，就直接拿走了。哦，我觉得那个大概日本男生不行。阿里阿多啊，阿里阿多啊，怎样？还蛮在意阿里阿多。对，很在意狗妹那在意哪里啊？对，会撒娇，嗯嗯嗯，会捉弄，喜欢捉弄人，个性坦率，我觉得这根本就是，这就是萝莉啊。然后外在条件，他们会举出皮肤好，爱干净，爱干净还蛮对，然后品味好什么。对，除了但他们的品味好也没有那么的高，对，他的品味好就是衣服要穿整齐，对对对，就你不能衣服穿的一些很破掉，或者是毛球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那个线都脱到下地上有踩到，台湾人都不洗头啊，哦，对，台湾不洗头啊，对，你说到一个禁忌，真的不能不洗头，很可怕，那连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，然后我有时候会不洗，可是台湾人的不洗头 是一个礼拜不洗头，不能够让别人一直来侍奉你那种，嗯，因为你要知道他们都是王子，嗯，他们真的是王子，你遇到个王子你叫他来侍你，你突然摆出一副高姿态，王子当然觉得你谁啊，然后就马上走掉，想说这么多人想要来侍奉我。我的朋友他特别欣赏他自己的初恋女友，他就说他特别欣赏他一点，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自习室的时候，然后那女的会坐在他的后方，基本上不会坐一起都已经很奇怪，对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也没有明讲出来，但是男生自己 get 到说，哦，因为为了怕他进入我的视野里面跑分心，大叹一口气，这个女生高中生而已哦，他们高三哦就知道说要坐在男生的后面，我妈呀，那就不要一起去啊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想要一起走回家吧。另外哦，还有 B 线很多哟，五十线就是特别喜欢丑女的或者丑男，丑男男女都有，还有 Dev 线就是特别喜欢胖女的，还有头西威兹基、头西马兹基，就是爱熟女，熟女就咕啾咕啦，就咕啾兹基，咕啾兹基很多哎、欸，其实就是日本男生的喜好真的非常多元，对，而且他们都会不避讳的这样告诉你，对，他就会直接跟你说啊，我觉得你还，我那不是生那个，我那不是生那个，还没讲你的，不然就说啊，这个就是给那个，这怎么那么快，又过那个。
其实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你去追人。日本男生都是等人追的，对，来者不拒，一追就到手啊，很快哦，非常，除非他有别人啦，对，别人就是比较难追到，他们都秉持着试试看的精神，没错，真的很好追，超级无敌好追。可是如果就是因为有些女生就是不喜欢追人，就要等人家来追，然后又不喜欢，又没有办法自己喜欢上人，所以没关系，我真的研究出一个真理，第一个你一定要微笑。微笑，对人就是こんにちは这样子。哦，对，愛想がいい，愛想就是一直愛嬌的，一直愛想愛，愛想愛，呀呀这样子，然后表现出对他的兴趣。你要对每个人都有兴趣，只是一三秒而已。如果连这个都不肯花，那我就不让你。然后还有一个荣辱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巨乳，胸部大，笑容。其实你也不用跟他哈拉了，因为我就有一个朋友，他真的就是很受欢迎，递个东西，他很有礼貌，然后哎呀，总裁吗？然后就这样笑，哇，然后胸部超大的，大家都受欢迎，而且他们是不会把胸部露出来，就不会像他一样，就是会默默的让你觉得他好像胸部很大，对，他不能够太时髦，哎，对，不能太时髦，好了，我们都太时髦了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长得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又很时髦，就日本男生都不敢接近他。那只好建议要去台湾。你如果太漂亮就不能太时髦，如果很时髦就不能太漂亮，对，就是你只能选这两个，唯一生就不太适合，对，要不然不是啊，要不然就像我们一样就追啊，就找一些奇怪就开追啊，今天写得好好笑，要穿得很俗气。对，要穿得很俗气，要穿的就是有邻家感，对，不能够他算是一个非常傻眼那个就蛮邻家，真的。可是你刚才穿那个，然后被打死，可是那个也有选过哎，真的。哎呦，好烦哦！希望有帮助到广大。而且我们一说就拜托订阅一下频道，对，有很多人，因为我们看到你们订，有很多人很常留言都没订，我订一下啦，订一下啦，真的，对呀、啊。然后我们可能会考虑开会员，对，好，妹妹。好吵。